1950年6月25日，凌晨4点40分，朝鲜十几万大军在苏制坦克、大炮的协同配合下，越过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的北纬38度线，打进大韩民国。目标是将朝鲜半岛统一在劳动党的统治之下。中国官史曾经长期把朝鲜战争的爆发归咎于韩国军队向北朝鲜发动进攻，挑起了朝鲜战争。美军随即侵入朝鲜半岛，打到鸭绿江边，觊觎中国领土。于是中国被迫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把美帝侵略军打回到38线，击败了世界头号军事强国。近年来，中国官史对朝鲜战争爆发的叙事口气有所变化。百度百科的说法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南进作战，朝鲜战争爆发。2021年2月，由中国人民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在描述朝鲜战争时说，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1950年，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前，已经建立了两个国家，即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时至今日，依然是得到联合国承认的同样两个国家。中国政府也先后与这两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官方目前这种规避战争起因的说法，并不能改变历史的真相，即谁挑起了那场至今没有正式结束的朝鲜战争。朝鲜半岛毗邻中国东北，传说大约公元前2333年时就有了檀君古朝鲜，意思是宁静晨曦之国。后来出现过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国、摩镇国、高丽、朝鲜和大韩帝国。1910年8月，大韩帝国政府在日本武力胁迫下，被迫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日本吞并了朝鲜半岛。在此期间，朝鲜人进行了各种反抗，包括武装反抗，争取独立。1919年，各路独立运动领导人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且推举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李承晚担任首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获得中华民国政府以及法国、波兰等国的承认。后来于1940年9月迁至当时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的约定，美军随即占领朝鲜半岛南部，苏军占领北部，以北纬38度线为界，共同托管朝鲜半岛。当时在朝鲜半岛上有各种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南方，李承晚成立了超党派的政治团体大韩独立促成中央协会，一些韩国的共产党也参加了这个团体。当时韩国复国主义者反对美苏托管韩国，要求韩国人自觉独立，大韩独立促成中央协会也参与了反对运动。美军当局镇压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地下游击队。在北方，民族主义者曹婉植由于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朝鲜独立而具威望。苏军占领北方以后，曹婉植创建了朝鲜民主党，与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劳动党合作，主张建立独立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主张与苏联友好。
当时苏联曾经有意请曹婉植担任新政府首脑，但发现曹婉植有反共倾向，而且反对联合国托管朝鲜，于是将曹婉植挤出政治圈，并且投入监狱，全力扶植金日成及其领导的北朝鲜劳动党。曹婉植则在之后的朝鲜战争中原因不明的死去。金日成1932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1941年，金日成随东北抗日联军残部撤入苏联，担任东北抗联教导旅第一营大本营长。这支部队也被称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旅。1945年，33岁的金日成随苏军返回朝鲜北部，被扶植为朝鲜半岛北部的北朝鲜劳动党头号领导人。根据李锐的说法，中共在1994年编撰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时，由于金日成当时只是一个营长，级别太低，担心朝鲜方面不满，也担心被人说成是苏联刻意扶植一个本来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人，索性决定不提金日成的名字。李锐在1994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雨停，停动来谈吉林省委电报，要将金日成在抗联时军职等如实露出。解放军史料抗战部分已经录上，还是慎重为好。晚上同韩光通电话，问清他了解此事情况。金日成当年主要在延边一带活动，退到江东后变为一个旅，旅长为周保中，金为一个营长。韩主张组史资料不列入。在两天以后的11月17日的日记中，李锐写道：雨停，停动，金老来。关于金日成还有崔庸健写入组史资料问题，一致意见还是不写入为好，以此答复吉林省委，这也算政治第一吧。李锐日记中所说的停动，指的是中共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编纂组办公室主任。雨停和金老指的是中央组织史资料编纂领导小组成员，韩光是中纪委常务书记。由于美国和苏联在朝鲜半岛建立统一政权的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美国决定将问题提交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维持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国。为了确保在朝鲜半岛北方的北朝鲜劳动党在统一政权中占据领导地位，苏联于1947年10月31日在联合国提出议案，主张朝鲜半岛北方、南方分别举行选举，选出各自的代表，然后由联合国和南北双方的代表讨论如何组成统一政府的问题。苏联提案的关键在于赋予南北方平等的权利，而不是按人口比例划分出来的权利。但是苏联的提案被多数成员国投票否决。1947年11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112号决议。该决议称，承认朝鲜人民迫切与合理之独立要求，深信朝鲜民族之独立应予重建，所有占领部队应于最早可行之日期西行撤退。决议决定由9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临时委员会协助在1948年3月31日之前通过全民按人口比例选举出人民代表，组成国民大会，并且设立朝鲜国民政府，尽早使占领军撤出。选举由联合国协助和监督，在整个朝鲜半岛举行。当时联合国有57个成员国，其中43个国家对这个决议投了赞成票，6个国家弃权，8个国家没有投票。苏联不接受这个决议，因为当时朝鲜半岛北方的人口是960万，
南方人口是2000万。北朝鲜劳动党在苏军的扶植下统治了北方，但是在南方主要的政治力量是亲美的政党，劳动党影响不大，也受到当局的镇压。如果按照联合国的决议，按人口比例选举国会代表，南方将选出200名，北方只能选出100名。南方代表势必占据国会的多数，势必选举出亲美的总统。届时，劳动党不仅不会统治整个朝鲜半岛，甚至会失去对北方的控制。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通过了美国的提议，决定设立以印度为首的由9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委员会不包括美苏两国，负责监督朝鲜半岛大选。但是苏联拒绝允许该委员会人员进入38线以北。于是联合国大会临时委员会1948年2月26日通过决议，决定在联合国能够监督的地方，同时在朝鲜民众在尽可能到达的地方继续选举。也就是说，实际上1948年5月10日的朝鲜半岛大选只在南部地区举行，选出的国民大会只有南方的代表。7月20日，李承晚当选总统。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布成立。10天以后，1948年8月25日，在没有联合国监督的情况下，苏军占领下的朝鲜半岛北方也举行了大选。由苏联和中国扶植和支持的北朝鲜劳动党获得绝对多数票。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金日成出任内阁首相，成为北朝鲜最高领导人。至此，朝鲜半岛上出现了2个政府、2个国家，一个是联合国承认的大韩民国，一个是声称代表整个朝鲜半岛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6年，苏联帮助北朝鲜劳动党建立朝鲜人民军，并且派出数千名军事顾问直接训练部队，并且提供武器装备。至1949年6月，朝鲜人民军拥有3个步兵师和1个步兵旅。北朝鲜认为这些部队足以打垮南方，统一朝鲜半岛，曾经在1949年9月准备向南方发动进攻。当时金日成认为，短则2个星期，长则2个月就可以拿下南方。但是苏联认为朝鲜人民军还不够强大，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建议朝鲜争取中共的帮助。1949年5月，金日成派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当时的北平会见中共领导人，表示北朝鲜有意采取军事行动统一朝鲜半岛，请求将中共解放军的3个朝鲜族师和其他朝鲜族军人移交给北朝鲜。毛泽东在当年7、8月份就将解放军的2个朝鲜族师交给朝鲜。那个时候我们给他2个师嘛，朝鲜师嘛，给了他们。对，这是胡乔木天津告诉我的。第2年4月，中共又将第3个朝鲜族师交给北朝鲜。这些朝鲜族部队一共有近50000人，成为北朝鲜陆军的主力。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朝鲜人民军拥有了10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拥有大约379辆苏制 T-34型坦克、200门火炮、192架轰炸机和攻击轰炸机、264架战斗机和35架侦察机。总兵力达到17万5千至20万人。相比之下，尽管韩国人口大约是北朝鲜的2倍，但是军队总兵力只有不到10万人。像朝鲜人民军一样，
韩国军队也建立于1946年，前身是在中华民国政府帮助下在中国成立的抗日武装韩国光复军。中华民国后来将这支武装交给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尽管韩国总统李承晚声称要北上统一朝鲜半岛，但是由于美国担心朝鲜半岛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造成美国和苏联的直接对抗，严格限制和拒绝向韩国提供进攻型武器，例如战机、坦克和火炮。美国向韩国军队派出了472名军事顾问。朝鲜战争爆发前，朝鲜半岛北方和南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是兵力和火炮2:1，机枪7:1，坦克6.5:1，飞机6:1，北朝鲜具有绝对优势。根据史料记载，金日成从获得朝鲜半岛北部的控制权之后，就一直在争取苏联和中国支持他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从1950年1月开始，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明确表示支持北朝鲜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在苏军顾问的亲自指导之下，北朝鲜制定了向南方进攻的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同时，斯大林告诉金日成需要得到中国的同意和支持。1950年3月底，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元。关于这次会见，金日成在5月12日告诉苏联驻朝鲜大使史特科夫说，毛泽东在接见李周元时说，用和平方式是不可能统一朝鲜的，必须要用武力才行。但是中方的研究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证据证明毛泽东当时对李周元说过这样的话。5月13日，金日成到北京和中共领导人举行会谈，通报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以及苏朝莫斯科会谈的结果。根据苏联解密的资料，毛泽东第二天在得到斯大林的确认后，同意先搁置统一台湾的计划，帮助金日成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5月底，朝鲜人民军一切准备就绪，并且确定6月25日发动进攻。北朝鲜向莫斯科报告说，朝鲜人民军每天可以推进15至20公里，预计主要军事行动将在22至27天之内完成。苏联驻朝鲜大使史特科夫在朝鲜发动进攻的第二天，向斯大林私人军事代表扎哈罗夫报告说，6月24日向各师师长下达了进攻命令。报告还证实，北朝鲜从一开始就把发动战争的责任归咎于韩国。报告说，各部队均宣读了朝鲜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38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与此同时，北朝鲜广播电台声称李承晚政府在美国操纵下突然向38县以北地区全面武装侵犯，朝鲜人民军是在反击强盗卖国贼李承晚的挑衅。李瑞在2002年1月7日的日记写到朝鲜当年发动战争的情况，收到曾彦修的半杯水集《内多苏联旧事》，极具史料价值。尤其是骇人听闻的纳粹绝不会亲苏的苏官方权威声明一文，系1941年6月14日塔斯社所发，曾刊延安解放日报二版头条。苏联正史及个人回忆录都想隐瞒过去，太骇人听闻了。由此联想到金日成向斯大林请示后同意发动向南方战争，其根据是目前国际形势许可也。抗美援朝对20世纪下半季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关系太大了，斯大林同一切毒夫都是不接受教训的。
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通电联合国安理会所有成员国，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第82号决议，确定北朝鲜军队对大韩民国发动了武装攻击，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促请北朝鲜当局立即将军队撤至北纬38度。当时联合国安理会11个成员国，9个国家投了赞成票，南斯拉夫投了弃权票，而力挺朝鲜并且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苏联缺席会议。当天晚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驻日本的美国海空军协助韩国作战，在朝鲜半岛北纬38度以南地区攻击和阻击朝鲜人民军。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出兵朝鲜半岛，并且派遣美国海军第7舰队保卫台湾。他对第7舰队的行动解释说，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即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已命令第7舰队阻止对福尔摩沙的任何攻击。1950年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3号决议，表示传悉大韩民国欲请联合国立即采取有效步骤，以保持和平与安全，建议联合国会员国给予大韩民国以击退武装攻击及恢复该区内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需之援助。6月28日，朝鲜人民军攻陷韩国首都汉城。7月1日，一支由2个连组成的美军部队史密斯特遣队在釜山附近的机场降落，这是第一支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半岛。第二天，美军大部队在釜山登陆。7月5日，史密斯特遣队在汉城以南阻击朝鲜人民军第4师的坦克部队，这是美军地面部队在朝鲜战争中的第一次战斗。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授权建立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建议联合国成员国向韩国提供部队和其他援助，归属联合国军司令部统辖。第二天，时任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被美国总统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此后几个月，来自16个国家的军队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下陆续到达朝鲜半岛参战。这些国家除了美国之外，还有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法国、新西兰、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外加韩国军队、瑞典、印度、丹麦、挪威和意大利等5个国家提供医疗和人道支援。联合国军方面总计有968000人的战斗部队。在北朝鲜一边，尽管当时已经有10个共产党国家，但是在朝鲜人民军发动对南方进攻的当天，苏联撤出了所有军事顾问，并且在2天以后的1950年6月27日发表公报，表示苏联不会在朝鲜半岛与美军对抗。公开向北朝鲜提供援助的只有中国。根据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中部大学历史学教授李小兵2007年发表的《现代中国军队史》一书，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最多时达到145万人，包括59个步兵师、10个炮兵师、5个高炮师和7个坦克团。北朝鲜最多时有26万6600人的军队，包括18个步兵师和6个独立旅。另外还有2万多人的苏联军队秘密参加了对联合国军的作战，包括5000名飞行员。北朝鲜、中国和苏联3国共计投入了174万人的军队。
战争一开始，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很快控制了朝鲜半岛 90% 以上地区和 92% 以上人口，并且在1950年9月初把韩国军队和联合国军压缩到朝鲜半岛最南端的釜山一线。与此同时，在中国，毛泽东在8月4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表示必须帮助北朝鲜，要用志愿军的形式。这是胡乔木天津告诉我的。金日成打到釜山，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毛就问他们两个人怎么样了朝鲜战争。胡乔木跟天津说，当然打到釜山好得很啊。毛就摇头，很危险，美国出兵怎么办？而且当天胡乔木就讲，当天他就给金日成打电报，要他注意美国要登陆的。结果第二天第三天美国就完全登陆以后，你知道吧，朝鲜是的兵啊完全崩溃了，我们的师都是援军回来了。所以毛这个人啊，在某些方面很厉害，他很厉害。9月15日，联合国军70,000余人在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突然在三八线附近的韩国仁川登陆，将大部分朝鲜人民军分割在朝鲜半岛南部。联合国军随后南北夹击，于9月25日夺回首都汉城，朝鲜人民军全线溃退。在同一天，中国发出威胁，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绝不会置之不理。10月1日，处境极为困难的金日成写信给毛泽东，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与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特别的帮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在同一天致电苏联驻北京大使罗申，请他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你们可以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5-6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帅。在接到金日成的求援信和转述的斯大林电报的第二天，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高层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并且于10月5日决定组建志愿军出兵朝鲜。这个是朝鲜战争是这样子的，你要知道啊，我们是当天都中央全到，我们都知道了。金日成找那个时候分工是朝鲜归苏联管，越南归我们管。金日成要打，也跑出去找斯大林，斯大林就觉得没有问题，现在不会有什么了不起，国际上你可以打，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帮忙，你要毛同意。就我们当天啊，金日成就跟毛讲，毛当天晚上开中央的会，都不赞成。林彪不参加会，毛就这是潘道正跟我讲的了，他后来讲的，后来我们知道了，就把潘道正找去了。到底那一天，潘道正没有发言，他说我睡了一觉，想起来了，恐怕不去不行，这样子。对。在中国决定出兵的两天以后，1950年10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376号决议，呼吁采取所有各种制宪手续，包括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选举，在朝鲜主权国内成立统一独立及民主之政府，
并且授权联合国军采取一切适当步骤，务求朝鲜全境达于稳定状态。实际上，授权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19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发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命令。10月9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且在10天之后占领了北朝鲜首都平壤。在随后2年多的战争中，双方激烈厮杀，互有攻防。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说法，历来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其中的保家卫国可以引起中国人更多的共鸣，因为中国指责美国武装干预朝鲜半岛的内战，实际上打到了鸭绿江边，觊觎中国的领土。美国真的有侵略中国的意图吗？1948年底，苏军撤离朝鲜半岛。第2年6月，美军撤离朝鲜半岛。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美国在太平洋的防线，又称艾奇逊防线，包括阿留申、日本、冲绳和菲律宾，形成一条弧线列岛。台湾和朝鲜半岛不在艾奇逊防线之内。美军不在朝鲜半岛驻扎，美军就是还跑到日本去了，到日本，在日本是占领军，但因为是日本是战败国嘛，美军当时把整个的所谓的安全防卫区防卫圈划到把朝鲜也好台湾也好都划在安全圈以外，意思就是说那些跟美国的安全没有关系，你爱做什么做什么，是在这个程度上。结果金日成一发动战争，发动朝鲜战争去进犯，志愿军一去这个支援，联合国军进来了以后，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军队一直驻扎在韩国，还是以联合国军的名义，他还不是美军，就是联合国军驻扎在韩国。这才真正是说，为什么美国军队会留在你的家门口，是因为你打了这一仗，是因为你这个所谓的抗美援朝，因为你这个所谓的朝鲜战争，你要吃掉别人，吃掉南韩。否则的话，美国军队根本不会驻扎在韩国，这是你自找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恰恰相反，恰恰是由于这场战争，你与美国为敌，美国才有长期的驻军住在那个地方，防止北韩骚动，防止中国动武。是，当时的美国政府一直努力避免在朝鲜战场上与共产党中国发生冲突。根据解密的美国军方文件，1950年6月3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致函东京原东司令部，明确表示，第7舰队的任务是捍卫台湾，阻止中共对台湾的袭击和侵略，同时确保台湾的国民党不会利用台湾作为基地对中国大陆发动袭击。而且杜鲁门当时声明还说，我呼吁在福尔摩沙的中国政府停止所有针对大陆的空中和海上行动。他同时表示，一旦朝鲜恢复和平，第7舰队就会撤离。在战争期间，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曾经建议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甚至建议让台湾出兵，并建议考虑动用原子弹轰炸中国目标。中华民国也曾经提出派出33000人的一个军参加联合国军到朝鲜半岛参战，但是美国政府没有采纳这些建议。当时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将军1951年5月15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如果将朝鲜战争扩大化，那将是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也表明美国当时并不想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这句话被中共宣传成美军承认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
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作为美国承认失败的证据，至今还在误导中国人。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以44票赞成、7票反对和9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鲜的提案》，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直接援助与协助侵略朝鲜，并针对在那里的联合国军采取敌对行动，该政府实际上已在朝鲜从事侵略。也就是说，中共政权被联合国认定为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Yeah.